上次同大家分享過透過職業取向同埋個人嘅優點同埋限制去發掘自己選科嘅方向。咁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再講其他嘅考慮因素。第一個就係個人興趣傾向，同學咧可以了解自己對各科嘅態度。有啲咩可以睇呢？包括你平日上堂嘅時候，邊一科你能夠最集中？邊啲科目較為容易掌握？邊啲科目咧會玩得比較快？對於某科目嘅興趣，往往會形成自己對個別專業嘅興趣，從而會影響你之後嘅選擇科目嘅方向。而第二點就係你嘅個人目標。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人生目標同埋方向。同學可以諗下，喺你人生入邊有啲咩希望你嘅達成到，或者希望做到嘅事情，就算係幾咁天馬行空，都值得你咁樣諗嘅。認清目標之後，你就可以再諗下究竟讀咩科目，或者從事咩行業，先幫助到自己去達成呢一啲目標。當然啦，喺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可能你未知道自己究竟有咩人生目標，咁我都鼓勵你做一個短期嘅計劃，譬如一個五年嘅計劃，再諗下你有啲咩嘅方向、目標、事情你係想達成嘅，咁你就知道呢個目標之後，你就可以了解你嘅選科嘅方向，幫助你去達成呢啲目標。第三點就係學科上嘅要求。選科之前，同學可以先參考往年嘅修生成績同埋學科嘅要求，一方面可以幫助自己了解係咪有指定嘅科目或者有修讀優勢科目，另一方面可以幫助了解實際嘅修生要求。同學可以參考相關嘅資料，去幫助自己理解究竟係咪真係適合，同埋諗下究竟點樣取捨。有關資料可以喺大學聯招嘅網頁度揾得到。另外，同學亦都可以透過參考校內嘅成績，去評估自己喺公開考試上面可能得到嘅分數，從而去再諗下究竟嗰科目係咪真係適合自己。而第四點就係需要認識就業市場同埋行情。同學可以透過報章、雜誌、互聯網等等嘅方式，去幫助自己掌握最新嘅行業前景資訊，從而協助自己作出選擇。當然，市場信息萬變，行業嘅情況並唔可以成為你唯一選擇科目嘅標準。同學喺選科嘅時候，記得要留意個人興趣傾向、個人目標、科目要求同埋行業嘅情況。如果你有啲升學嘅問題想問人傾嘅話，歡迎你打去2777-1112或者 WhatsApp 去5405-5051去升學規劃中心嘅社工同我哋傾嘅。好，今日我哋傾到呢度先，拜拜。